13号，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新西兰外长马胡塔举行视频会晤。王毅表示，新西兰是地区多边主义的旗手，始终致力于地区和平与稳定。中国尊重新西兰与太平洋岛国的传统联系，中国同太平洋建交岛国的合作，同地区既有的安排完全可以并行不悖，互为补充。马胡塔表示，新方愿同中方一道，就全球发展和安全做出共同努力。